无论你喺边度，一支李锦记蚝油就可以令你品尝到最豪华嘅滋味。李锦记一向坚持品质至上，我哋会喺室内控制蚝嘅受精环境，自家管理蚝苗嘅培养同孵苗过程，之后就会将蚝苗放入海中继续成长。我哋仲会根据蚝苗嘅年龄，细心挑选最合适嘅海藻俾佢哋食。另外，我哋会每日监察海水嘅含氧量、盐度、温度、酸碱值、海藻浓度，并且会定期将海水样本送到专业检测机构，检测海水水质同重金属含量，保证每只蚝都喺安全、卫生嘅环境成长。而且只有最上乘嘅鲜蚝先会获选用，即采、即开、即煮成蚝汁，将蚝嘅精华凝聚喺蚝汁之中，再以百年工艺将蚝汁熬煮成蚝油。每一滴李锦记蚝油都细滑醇厚，浓郁鲜香，难怪一个多世纪以嚟都咁受欢迎。